饮要慎选，小心食物变毒物。大家看这个铝箔罐觉得没有关系哈，温度升高的时候，它里面一些重金属它会融到这个饮料里面。哇！是小朋友喝完之后，他突然就全身抽筋，以为说哇中邪了，自己中了什么什么的。啊，后来一抽血发现汞离子过高，特别推荐你最好就是拜水果类，水果可以放比较卫生的甲醛，比较对。今天晚间8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